好，各位钓友大家好，现在秋季到了，钓机钓的 SR 桶是必备的商品。好，我们现在店里啊做这个绝混的 SR 桶，分别有33的跟36的，两个规格，两个尺寸。然后啊，你像一般36的、啊，这个我们3公斤的 SR 一包，再加一块3公斤的砖，差不多是7分满，6分满是7分满。啊，如果33的话，加一个3公斤的砖，3公斤的粉加3公斤的砖，这差不多就是已经8分。然后它这个啊，底部啊，它是有做加强设计，而且提把、啊、它有做比较短一点。我们有时候放在漏洞上啊，我们要换位置或是稍微移动一下，手把是不会给到，而且比较好。然后它提把、啊，而且是做到超级快取式，好，这样只要一下就停就可以了，好，就不用像早期的还要绑起来什么的，有的没有的。所以它提把的强度跟它的底部好做的胶合都做得非常的强，因为我们之前实测把一个人提起来都是85公斤，耐沉重。OK， 然后这个全部都是台湾制造，而且啊做的比较素面一点，它 socket 好，然后这大的36一颗是6.8，33的一颗是6.8，很喜欢的可以找到我。OK， 各位老板有喜欢赶快找到我们。现在呢随着新手越来越多，好，那我们新手的部分呢比较提倡新手去打 SR， 那从哪里开始？就从 SR 桶开始。SR 桶花你600跟680非常便宜，让你好入手之后打 SR 比较不会这么痛。阿里哥。